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去 Long Point Provincial Park， 顺便去侧跟嘅 Port Dover 度行下。Port Dover 你睇下，嗰、那个沙滩有 palm tree 嘅噃。Long Point 咧就大概离开多伦多西南边大概两个半钟头嘅车程。Long Point Park 咧系世界遗产保护嘅地方。去到沿路的时候你都会见到有很多的湿地啊、沼泽的地方嘅。佢呢个 park 系有一个旧的 park 同埋新的 park。今次我就 book 咗喺新的 park， 喺 Turtle Dunes 呢一度422。今次呢个 campsite 咧就冇乜特别，因为都是 last minute 先去 book， 都四平八稳，斯斯正正咁啦。不过都有几多嘅雀仔声噶。今次終於都記得帶我的單車嚟啦，咁喺度都可以有啲地方可以踩下單車咁嘅。嗱，你過到嚟依一度見到呢啲蘆葦嘅地方，呢啲濕地咧都係好廣闊嘅，咁佢都係對依一個生態環境係有很好嘅幫助噶。公園嗰度有40公里嘅沙灘，都係受到呢個世界遺產嘅保護裏邊嘅。嘅沙灘你都會見到啲沙咧係帶紅色嘅，因為佢都係有一啲嘅鐵嘅礦物喺裏邊啦。吃完晚饭咧，就过咗嚟依一边嘅湿地嗰度去睇下。依度真系好安静，好靓噶。發覺依個蚊拍係非常有用嘅。第二朝早係俾好多雀仔聲係嘈醒嘅，基本上。喺依個拍嘅西邊咧，就有依一個嘅野生觀賞嘅地方。在这里是有很多沼泽，有很多湿地，是被雀仔在这里栖息的。Thank you.
企的路途上面就停了 Port Dover。 那他的 Main Street 那裡是有一間 Pub， 我可以吃晏啦。在 Port Dover 的海濱地區都是很漂亮的。来到这里就提醒我好像之前去 Grand Bank 那样，不过这里就比 Grand Bank 是小很多很多，但是在这里竟然被我见到有 Palm Tree 棕榈树，在多伦多就真的很少见到有 Palm Tree 了。这个沙滩细细，但是真是人山人海，以为自己来了浅水湾。在这个海滩的远处，你看到有一个的风力发电的风车在这里。在个沙滩的侧边是有一个的灯塔，就是 Port Dover 的 Lighthouse。 这个灯塔初是1845年起的，但那几年就烧了，跟着去到1877年就再起翻的。如果有兴趣游船河的呢，可以试下搭这些的 sailboat， 一个钟头是$30一个人。好了，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短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